想吃糖。选县长，他今年要选县长。啊，真假的？他之前不是立法委员吗？啊，他今年就要出来选县长嘞。那大家会听过那个钞票不是那个 ATM 他没有。ATM 他刚说的是这样，那个 ATM 他没有100块，所以我就只能领1000块，所以我就有钱还你了。鲶鱼要跳钢管舞了，他还把裤子口袋翻出来。对啊，来啦！Tomorrow. 大家好，我是李维珍。这支影片分享了我录取交通大学百川学士学位学程后的生活，包含着我跟朋友们一起打闹嬉笑，还有制作毕业歌曲的生活。所以我也想在这支影片的最后跟大家分享我准备特殊选材的历程，一些关于我的故事，分享给学弟妹还有想要认识我的人。应该蛮多人还有点好奇，我到底是选择自然组还是社会组？在高二的时候我是选择自然组，就是就读，一直到高三都是一样。但我最后选择的传播科技是比较偏向社会组的领域。不过我在高一到高三的历程中也做了蛮多，就是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些并不完全会被限制于类组，而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当时也没有想过自己会用那些成果或者是历程作为我特殊选材的一些证明之类的。但是就是因为做了，所以就有东西可以去申请，然后也是因为自己很有兴趣，所以真心喜欢去做。虽然我最后没有高分录取，我还是被取被上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朝着自己喜欢的领域前进是一件蛮开心的一件事。因为我爸妈一开始其实没有很赞成我往这个方向，因为我妈觉得就是像医学方面，像是治疗类的科系，以后的出路就是比较稳定。但是最后我还是选择我喜欢的路，尽管他没有非常的赞成，但是我还是觉得比起做一件自己未来可能会后悔的事，不如现在想要去做就去做，或许未来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我还是想要追求现在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不想要挥霍这18岁的青春。其实我也不是什么梦想倡议者，只是我觉得想要做的事情就要赶快去做。觉得这份不容易的时机，我想要做一些自己不会后悔的事，不会后悔的选择，至少我没有为此留下遗憾。在这段历程中，我要很感谢所有指导我的老师，还有给我很多很多鼓励的老师，还有我身旁很棒的同学们，谢谢你们一直
直支持我走这条也不太容易的路。最近很多人要毕业了，祝大家都一起毕业快乐，最终梦想都会到达喜欢的地方。看着你眼中不舍的泪滴，那天毕业的长廊里，可是落到尽头有我们追逐和打闹的曾经。就算陪伴到谈好也可以，你还是那个你。勇敢吧，别回头，就向前进，我会一直陪你。愿我们的心海中都有彼此闪耀的星星。